周总，你好了没啊？起来。怎么了？你帮我看看这扣子太紧了，怎么扣都扣不上去，烦死了！你笑什么？你这么大个人了，你连扣子都不会系啊？你帮我系。我。 好吧，你这扣子都系错位了。哇！你干什么？周总，说我警告你啊！性骚扰是违法的。不是，我只是没想到你气血双虚，胸肌腹肌还能如此发达。那是自然，我周志飞哪样不是出类拔萃？那我再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你别乱来。 我没乱来，我就是很难遇到这么适合练武的材料。哎，周总，要不你跟我习武吧，认真的，我可以教你我们实现24式拳，可以增强体魄有一身心的，怎么样？我不需要，你离我远一点。离你远点，还怎么帮你系扣子？先系完扣子再说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怎么不用了？不是你让我系？哎，我……哎，周总，我会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学会了，我知道。你想光着身子去吃饭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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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我就是来通知一声，可以吃饭了。你自己搞。